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29页，529页最后一行，根三，文明俱生。这是第三个小段。我们看经文，我若成正觉，利民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这个四句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于令众生出生善根，成就无体菩提，则莫若持名持佛名号求生净土。这桩事情，古往今来，多少人呢，在向往，多少人都有这个问题。诸佛菩萨了，也不例外。要想帮助众生出生善根，成就无上菩提，那最好的方法无过于持名念佛求生净土。84000法门，无量法门，其中最殊胜的法门，最好的法门，最快速的法门，最稳当的法门，就是念佛。那我们这个佛为什么念不好？实实在在说，对念佛这一桩事没搞清楚。如果真的搞清楚了，实在不难了。凡夫成佛，理论事实确实都在一念之间，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一念不觉呢，那就是六道里头去造业。这问题是大问题，可以说是世出世间第一桩大问题。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大的了。凡事认识最难，所以六合敬第一个见合同解。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条，这个不但是人生是和谐的，整个宇宙都是和谐的。就是没搞清楚啊，甚至学佛学一辈子都没搞清楚，太多太多了。
啊，我出家两年才受戒，啊，受了戒之后回到台中去谢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他是我的老师，在佛法里面讲啊，他是我的和尚，啊，和尚这两个字是梵语，啊，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叫亲教师，他亲自指导你，教导你，你成就了。这个老师我们称和尚。啊，他不是教我的那个老师，不称和尚。啊，在佛门里称阿舍利。阿舍利就好像他是我们学校老师，没有上过我的课，没有教过我。啊，阿舍利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所以阿舍利翻作规范师。啊，规是轨道，范是模范，啊，就是他的思想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做我的模范，啊，但是他没教给我。啊，所以佛门的称呼全都是学校啊。啊，宗教里头没这种称呼啊。啊，所以今天佛门弟子有使命，有责任，要把佛教回归到教育。啊，古时候成为三家了，儒家、道家、佛家。啊，没有说他是宗教，啊，认为他是个学派，啊，这个样子，你才能学到真东西。你把佛教看到宗教，你学的是迷信。啊，佛法里头真正的好的东西，你没学到。啊，所以十方诸佛如来都有这个问题，都是念念想帮助众生出生善根。啊，善根是什么呢？叫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贪嗔痴叫三毒，所有一切不善都从这生。反过来就是三善根，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他生。啊，这个东西就是一念之间呢，一念迷，你看它就是三善根，这个一念迷啊，它就是三毒，三毒烦恼；一念觉呢，它就三善根。啊，可见呢，只是一念迷悟不同啊。如何帮助众生？一念觉悟，那句佛号行吗？行。只要你念念都是佛号，不许假一个杂念在里头，你想想看，行不行？真心啊，这句佛号的功德说不尽啊，妙极了。
这句佛号念的是阿弥陀佛，哪里的阿弥陀佛了？这个要知道，自信阿弥陀佛，自己是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阿弥陀佛。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叫自信弥陀。极乐世界是我们自信显现出来的，叫唯心净土。那个世界是物质，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事实真相被近代量子力学家揭穿了，这揭秘啊，量子力学家发表这些说法大概是最近的30年。啊，提出一心空悟，啊，这是真的，这个理太深了。啊，一心空悟，要是被现代一般人都接受了，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心是念头。最重要就念头要善。中国的教育千万年来教什么？就是教你把念头管住，不是别的啊。所以提出来人心本善，跟佛家讲的一个意思。佛家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佛，佛最善了，究竟圆满的善了，每个人都是啊。所以自己要相信自己，我本来是善，为什么变成不善？这就要反求诸己。啊，变成不善是学坏了。现在我们要回归到本善，用什么方法？你看多少在那次寻求啊，佛给我们说了一个真话，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就叫我们念阿弥陀佛。不管你对于净宗懂不懂，没有关系，只要你能老实念，你很快就回归到自信了。啊，这个不可思议啊！真正回归到自信之后，你就恍然大悟。就像禅宗一样，大彻大悟，你全都明白了。啊，不是叫你先搞明白的时候再去念，那很费事啊。啊，不需要搞明白，你就老实念，哎，念不了2-3年，你就恍然大悟。这个法子都好啊。啊，但是问题是，你得真心。你不真心就没办法了，不真心那就慢慢来，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再学，搞通了一天到晚锲而不舍，我自己的经验是30年搞通了，认真念这句佛号顶多2年就成功啊，说不定不需要2年，1年就办妥了。啊，那30年的功夫
花在哪里呢？花在认识他，花在真正相信了。啊，真正发愿求生的花在这上面。啊，真正想求生净土的时候，就是一句佛号，不得了啊！啊，这一句佛号能帮助你大彻大悟啊，不悟也没关系，往生到极乐世界，反正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还得了吗？啊，这个法门名副其实，是佛自己说的，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可是易信啊，非常容易学习啊，学习不成功的就是因为妄念没放下，杂念没放下啊。用什么东西放下呢？这里教我就是用念佛放下啊，念佛开头有杂念，你别管它，不要理会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啊，不管什么妄念都不要在乎，也不要害怕啊，只要根本不理会，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时间要多长，个人根性不一样，烦恼习气重的人时间长一点，烦恼习气轻一点时间就短一点啊，这个没关系啊，这一点点知识搞清楚搞明白，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妙极了，我若成正觉啊，他说我要成佛，我就立个名号叫无量寿啊，一切众生听到这个名号幸愿持名，那就居来我刹中，这欢迎的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个环境好调教啊！啊，学习的环境好啊，一点染污都没有。在那个环境，你不可能有贪嗔痴慢，你不可能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啊，让你退心绝对没有。啊，在那个地方接受阿弥陀佛教诲，时间绝对没有间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是法性身，不是我们血肉之身。血肉之身，这是阿赖耶的法相分。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就转识成智，一点不费功夫，你自己还没想到怎么就转了，这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啊，自然就转了啊，那个神好啊啊，法性身的所谓性就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叫心啊，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啊，你能影响外面境界，外面境界不会影响你，这叫法性身啊，居住的环境叫法性土
啊，居住的环境非常美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环境没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啊，树木花草常青。啊，没有落叶，没有凋零的时候，没有这些变化。啊，人与人之间都入镇定居。啊，人心善良也不会有变化。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人心无常啊。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极乐世界没有。我们要尽量的学啊，向极乐世界学习。学什么呢？学我们在境界当中啊，学不受影响啊，我们守住一个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至善纯净纯善，用这个心待人接物，别人用什么心对待我们，不要去管他，我们只用佛心待人。啊，为什么？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成佛，道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我要成佛，我用佛心待人接物。啊，这个世间有一些我们常讲啊，冤亲债主啊，一些不善的人呢，找麻烦呢，啊，回谤啊，陷害、欺骗呢，干这些事情对待我们。我们怎么看法？首先不要怪别人，他为什么不对别人，不回报别人，不陷害别人，要对我？哎，你就找这个原因。啊，找不到，我没有得罪他。那前世呢？更前世呢？啊，他来陷害我，这是果啊，果必有因呐、啊。哪有没有果的因？这个没有因的果呢？这个找不到的呀、啊。啊，肯定是续世前生。啊，我也是这么糟蹋别人嘛。今天都得到人生遇到了，他来回报。啊，这很正常啊。啊，你明白这个的时候，这一报还一报，好清了，账了了。你看，欢欢喜喜，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哎，报过之后，以后都变成好朋友了。那是爆掉了啊！那重大的怨恨，你把它杀掉了，这个可麻烦大了，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啊！但是要有耐心，不要害怕啊！因为以真诚心对人，过去再不好的事情也都能够化解啊！决定不可冤冤相报啊！这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双方都痛苦啊，何必呢？啊，所以我们一觉悟，解这个结从哪里解？从自己心里头去解啊，不能要求他，
要求他就错了。我的心结解开了，问题就解决了。啊，学佛人如果是不遭磨难，都要学这一招。你的磨难全没有了。啊，有神通你看到了，你旁边没有这些人麻烦的，旁边都是护法神。啊，如果处处还是顾住自己，过失都在别人身上，这个事问题就严重了，这是真正的过失。啊，自己要承认过失，要忏悔过失，要改过自新。啊，方法真的，第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佛。你真会念，效果不可思议。念佛不但得阿弥陀佛释迦加持，他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你说佛报多大啊？世出世间佛报最大的念佛的人，这没人知道啊！啊，把念佛看得太平常了，一定有还好的方法，妙的方法高过他。这想错了，全想错了啊！那就天天打妄想啊！所以修什么法门，功夫都不得了啊！这只是我们想在一生成就，不决定不能不知道。所以才有这个四句经文啊，我是法藏菩萨啊，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啊。我如果成正觉，成佛了，列名无量寿，阿弥陀就是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念老在此地把这四句话接得好，十四句乃大愿之心，大愿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从哪来的？就是这个心呢。四十八愿是戒引众生，这些众生就像现在在学校念书的学生，是不听话的，是捣乱的，不好学的啊，最不好教的学生啊。阿弥陀佛发愿来教他们，那用什么来招生呢？啊，叫他来上学呢，就用这句佛号。你只要能念这句话，佛就来接引你。啊，到极乐世界接受他的教诲，保证个个成佛。啊，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弥陀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他的教学成功了啊，究竟圆满的成功啊，愿愿都是这个心发出来的啊。他就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就这么个单纯的心，我想有个好的环境，有个好的教学方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个个成就。没有别的念头啊。啊，全经之眼呢、啊。十方如来度身的妙手。
啊，我们修的手段，用什么手段？最巧妙的就是念阿弥陀佛，人人都会念，会念的人人都在度，啊，一切众生出苦之爆发了。那这个苦就是六道轮回之苦，四十八愿全是此四句的开言。啊，这个四句引发发藏在因地集结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啊，我们讲真善美慧也啊，成就了极乐世界学习的环境啊，这个前面讲他是大师主啊。建造极乐世界，供养大家，这是财施啊！每一天为大家讲经说法，极乐世界六尘都说法，这是法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都达到究竟圆满。我们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啊！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跟我们自信有密切关系。啊，它的根源在哪里？根源是我们当人自信。啊，阿弥陀佛将自信显出来了，就而不迷。我们今天迷而不觉，但是跟着他这条路，这条路是觉路，不是迷路。啊，我们也会觉。啊，换一句话说，中国古人所谓的“教学相长”啊。老师要成就，不能离开学生的；学生要成就，不能离开老师。互相帮助啊！教跟学分不开，就如同性跟相分不开。它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弥陀极乐跟我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信心才叫坚定，这个信心才不会为任何境界所动摇啊。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啊，在这个世界成就自己，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寿命到了，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有障碍，我们就先到净土。到净土圆满的成就，然后再来，得大自在啊。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念，全是自己心心识别，那好，有什么留念？
都没有离开自心呢。这个根本的原理一定要懂啊。啊，所以四十八愿，十方众生度生的妙手，全都落在支持名号。啊，所以古大的有说，持名念佛是借什么哪一类人呢？上上根人。为什么？上上根人相信，不怀疑。啊，下下根人等于上上根人。啊，下下根人，我们常讲啊，乡下的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天晚到晚只晓得阿弥陀佛，每天念咒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回你一句阿弥陀佛，等于上上根人，他已经一心不乱了，那个成就还得了。啊，四十八愿落实在这一句佛号，那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也是落在这一句佛号，真的不是一样的。文殊普贤善财童子通通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啊，《华严经》可以做证明啊！啊，《华严经》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华严归净土》49年所说的，通通归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不但同摄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佛法，也同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大幸啊，无比的幸运。我们不好好的学，对不起阿弥陀佛，对不起释迦，对不起十方如来。如善导大师所谓，愿愿皆表念佛，四十八愿，愿愿皆表念佛了。阿弥陀圣号居无量意，也是一理呀，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一理呀。啊，居无量寿，这个居就一直灌下去。啊，无量寿是讲德。无量光是讲慧也，啊，无量清净，无量庄严，啊，庄严是美好到基础，无量智慧，无量菩提，啊，菩提是觉悟。无量觉，样样都觉，没有一样不迷不觉啊！乃至无量之无量，
这一句名号里头啊，无量寿表常住法身，表不生不灭，那就是真的，不是假的。故以无量寿摄一切法啊，因为寿命在无量德里面它是第一，如果没有寿命全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德。如来名号普闻十方，众生啊，闻名众生俱来我刹，以称名故啊，即多善根。啊，我们不是想修善根，修福德了。这一句名号里头，善根福德统统具足。啊，真正是求智慧、求福报，念这句佛号就不得了，自然具足。啊，难行啊，易行啊，三岁小孩都会念的，八十老翁不知道。难行易行之法，我们今天能够闻到啊，有缘能听到，我们感到很稀奇，感到很讶异。其实佛在经里头讲过，不是这一生，啊，闻能有信心想往生啊，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缘，自然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你能生起信心啊，能够发愿想到极乐世界啊，真想去啊，可是又有许多障碍。这障碍从哪呢？习气，过去生中的习气。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习气拔掉？就用念佛的方法。能拔掉习气，而且非常快。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要没有信心找别的方法那就难了，这一生肯定就错过了啊。修行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超过念佛啊，我们学佛六十年得到什么？得到就是我真正相信念佛的方法，无量法门里头的第一法，我就得到这个啊。真搞清楚搞明白吗？能不念佛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楞严经上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会集本，这个集注，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遇到的
都是善根成熟的众生。啊，为什么？遇到他要是真干，这一生决定你永远脱离轮回了。他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真正遇到了现前世间这些事情统统放下了，不再过问过问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别人有事来找我，我帮助他解决，不妨碍我念佛。啊，如果我们功夫不够，烦恼习气很重，我们可以远离。啊，暂时不接触。啊，古人用的方法，筑山，啊，筑山筑茅棚，啊，闭关，用这个方法，啊，选择一个清净环境去修，啊，没有不成功的。如果心地清净，什么环境都没有障碍。啊，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以称名故即度善根。我还加了一个多福德，得生净土，必证菩提，殊胜圆满，究竟方便。啊，为什么我在这里讲有福德？就是这几句话：必证菩提。这个必证菩提就必定成佛。佛成佛是福慧而所准，智慧圆满，福德也圆满，这才能成佛。啊，我们常常念三皈依偈，皈依佛而所准。那个二是什么？福慧啊，足是满足的，就是圆满的意思啊。智慧福德达到究竟圆满，这人成佛了，不圆满是菩萨了。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有究竟圆满的福德，你还需要修什么？这就行了啊。弥陀大愿，所以超世病号愿王者，正在此也。这个词就是这四句经文啊，弥陀又称大愿王啊，大愿王就是阿弥陀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根四，如佛身相啊。经文，如佛金色身，
妙相喜悦满。啊，这是寄送里头接着的。愿来生无差之人，身相如佛，身界金色，同居三十二相。啊，此界愿文中，这愿文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的第三愿、第四愿，这两愿的成就。啊，但比愿文里面讲的更殊胜、更圆满，啊，因为跟佛一样。第三愿身金色愿，第四愿是三十二相愿。啊，这个地方比愿跟殊胜就是如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不会比阿弥陀佛少一些，完全相同。啊，那我们就知道啊，阿弥陀佛的身相超过一切诸佛的身相，那他集大成嘛，他要集所有一切佛像里头最美好的。啊，圆满的身相。圆满的居住学习环境，我们到极乐世界省很多事情啊。他花了五届的时间去考察，啊，舍人之短，取人之长。我们到极乐世界的全部都呈现在这，我们去收这个果报，我们去享这个福啊。福是他修的，五戒时间修的，欢迎我们去享受。事出世间，我们讲恩惠最大的，没有超过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是我们生生世世第一大恩人呐、啊，这一点要知道啊，知恩报恩呐、啊，怎么报恩？到极乐世界就叫报恩啊！他天天在欢迎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我们为什么不去？为什么在这留恋？说一万个理由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真的就是放下一切，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只有这一条是真的。啊，那像我们这一类人，我们这一类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难教的。啊，为什么呢？疑心很重，没搞清楚，很不容易接受。啊，只有真搞清楚才能接受，真搞清楚好难啊，真不容易啊！啊，得佛力加持，还要搞几十年呢，才搞清楚啊！啊，真搞清楚，跟什么都不清楚，啊，同样都能够相信啊，赶快就到极乐世界去。这两个是平等的，就上智下愚，这两个是画等号的。啊，真相信、真干的人，这值得我们敬佩。
啊，那我们现在学习这部经，在讲这部经，啊，必须要备课。我这个工作没做完呢，啊，后面还有一卷半。这部书念了总共分为四卷，啊，我把这一卷半，啊，用一切的时间，通通把它准备完。我相信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啊，然后啊，我就天天念佛了，就不看书了。黄念老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佛14万声佛号，念到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我们要效法了。啊，今年灾难很多，同学们收集新闻广播的标题送来给我看。啊，这些事情对我们修行人有好处，它警策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要认真努力，要把握时节因缘啊，最好是克期取证啊。现在我们进入倒数计时，啊，我们希望在哪一天真正念到功夫成品，不管念不念佛，心里头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没有，我们就成功了。只要念到这种功夫，什么时候往生随自己的便，自己想去就去，想留就留，自己真能做得了主啊，真能做主啊，才有我啊。做不了主啊，哪来的我啊？啊，可是真能做主，常乐我净里头有我，法身里头有我，般若里头有我，解脱里头有我。换句话说，在这三方面，自己能做得了主。真的用过，这个身妄想是假过，不是真过。啊，再看底下这一段，悲以真念。悲是慈悲，我们看经文，业以大悲心，利益助群品，利欲生正念，净慧修梵行。上面两句
之深的。啊，后面两句呢，立于深正念呢，尽会修烦恨呢，这是心的。啊，身心呢，这首句业已两个字，念老提醒我们应该要注意。为什么？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心，弥陀是什么心？希望设法来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能跟自己同心同德啊，也向阿弥陀佛以大悲心呢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一以两个字的意思就深了，他这里有解释，下头有解释。啊，盖愿呢凡来我刹之人亦能如我以大悲心利益群品。啊，所以一以。啊，换一句话说。还没有到达极乐世界的这些念佛人也应该要学阿弥陀佛这种大心大愿啊，利益一切众生。啊，念到这个里面几句话说得好。愿刹中人民皆能如佛，是诸众生等同一体，均发同体大悲心也。这个意思好啊。啊，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要怎样把这桩事情在现前落实？啊，要怎样才落实呢？自己没有做到教人，就不踏实，别人不相信呢，自己要做到。啊，做到了，要喜欢跟别人分享，就落实了。啊，没有人来听我分享怎么办呢？你能坐在块大石头上，坐在草地上啊，四面有很多看不见的众生，可不可以跟他们讲？啊，如果你讲啊，还那些众生真的会感谢你，啊，会到你梦中来感谢，不是假的。啊，众生太多。我们看得见的不多，看不见的很多。啊，所以做报告、做分享，不能中断。啊，这是大悲心啊，利益
花草树木、山川钟林呐、啊！真能这样发心，你的法缘一定殊胜。啊，在这个地区，花草树木来听，很多小动物都来听。啊，这些都是最忠实的听众。啊，他们的修行，有些真比我们强。啊，去年我在澳洲，我们澳洲停车场有两棵枇杷树，树神往生啊，托梦给我们这年轻的出家人啊，说明这两棵树啊枯死了，他们感谢学院在这边听了十年经，念了十年佛啊，现在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接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可思议。啊，可见的确确实实有这些鬼神比我们人还要用功，很多人十年没有成就啊，这两棵树十年成就了如华严经行愿品，应于众生而起大悲，大悲心从哪生起来的？看到众生生活的太苦了，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啊，看到了，确实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呢，还是要尽心尽力。这功德才圆满啊！没有能力，我们把每一天自己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们，这都是大悲心的流露啊！啊，如果自己有缘，全心全力去做。啊，没有任何顾忌，只一个真诚心对待众生，希望帮助他们从苦难当中啊度过。这个诗当然像前面呢佛所说的，有财师有法师，财师救急，啊，法师才真正能教他离苦的路，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改邪归正，帮助他断恶修善啊，这个是救济苦难的大根大本，从根本上下手啊。今天整个世界的动乱，地球上这么多的灾变，从哪里来？
现在人不知道啊，老祖宗知道啊。《左传》里头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则妖性。”常是什么？无常。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五个字丢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妖魔鬼怪，天下大乱了啊，灾难就发生了。灾难不是没有原因，啊，这五个字，人道啊，做人基本的道理啊，这五个字做到，这是人啊，五个字做不到，这不是人啊。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切众生他的苦难从哪来的，啊，如何把它解决，让他好好的来学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从根本上救拔啊，物质它有苦难，临时帮助它一点，那是治标，不是治本。啊，救济灾难要标本兼治，佛法是用这个方法，标本兼治。啊，治标，鼓励啊这些有能力的人，让他们出钱出力，让他们修复。啊，治本是要帮助他觉悟。啊，人一定做好人，好人有好报啊。啊，做好人做好事，啊，国报没有现前。这佛说得很清楚啊，那是续业有障碍，过去生中造的业啊，这些业化解了，就一帆风顺了啊。那么这个业是双方的，有些是自己的业，有些是众生的业。啊，众生没福啊，佛菩萨来了呀，无可奈何。啊，所以这个教学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如何令苦难众生在苦难当中觉悟，他好好修复。啊，有带头做的，有好榜样的，一定要表扬。让大家都知道啊，对圣贤教诲深信不疑啊，对眼前的苦难要知道忍受啊，忍受就是化解灾难啊，不能忍受是受灾难当中又制造灾难，那是永远化不了的啊！我们要化解灾难，不再制造灾难，这就对了啊！人不能没有道德，道德是天性的，是信德了，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谁约束谁，
啊，如果这样想法的时候，全想错了，想歪了。啊，中国这些伦理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是古时候这些封建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的手段啊，用来巩固政权呢？不是。你看看三代的一些帝王啊，不是他愿意做啊，是当代啊，可以用现在的话说，高级知识分子知道你这个人有德行有学问啊，大家推举拥护，请你出来做啊。啊，那么在众这个众人推荐之下了，这义不容辞啊，为大家服务。我们看历史上记载的，周文王、周武王建立那么大的功业，他平常生活跟平民一样的，多难得了啊！衣食住行，住行没有特殊啊，啊，跟平民差不多啊。啊，为什么要出来做呢？菩萨心肠啊，尽自己一点智慧能力为大众服务啊。菩萨了，不是凡人了。啊，毛主席提出了一句话，我在北京街道上常常看到，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那就是此地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菩萨了，不是凡人了。啊，所以因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这是生菩提心啊，真正肯发心舍己为人，这个人智慧现前。为什么？他自己障碍没有了，障碍就是自私自利，人只要有自私自利就迷惑了，糊涂了。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很有智慧，到老的时候糊涂了。啊，不是老糊涂了，越老智慧越高啊，越老经验越丰富啊，怎么会老糊涂了呢？啊，老糊涂的原因就是把利益看得太重了。啊，我们中国有名言的。啊，老年呢，患在患之在得，得失心看得很重，糊涂了。啊，因为年岁老了，怕人没有人照顾啊，啊，所以把这个钱财就看得很重啊，名利看得很重啊，啊，这就糊涂了。啊，如果看得很轻，啊，名推给别人，有能的人让给别人，啊，利大家分享，有福大家享，哦，这人快乐啊，这人绝对不糊涂。
啊，他会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啊，你给别人快乐，别人也给你快乐。与民同乐嘛。因菩提心成正觉，成佛，故愿来生无差之人发大悲心，利益群贫，要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可以说生生世世，这是我们讲不舍菩提心，利益众生的事情全心全力在做。啊，这个下面说利益诸群贫，即普遍利益一切种类之无数众生。我们一般人想不到啊，一般人想到的只是看到人，看到人的苦难啊，众生的苦难没看到。所以灾难不能化解，啊，现在人的灾难，叫杀人的灾难，杀谁呀？联合国卫生组织报告的数据，全世界每一年堕胎超过5000万例。那换句话说，每年要杀这些婴儿要杀5000万，2年就杀1亿，这还得了吗？想象佛经上说人生难得了，他好不容易来得个人生，还没出世就把他杀掉了，这个冤仇多深。啊，这是人，大家疏忽掉了，是自己的儿女，啊，是底下一代，这是多么重的业，啊，那再看看畜生，畜生也是一条命啊。每年被人吃掉的、杀掉的，啊，这些禽兽、海洋里面这些生物，啊，卫生组织也有统计，大概是1年1亿8000多万。啊，都是有灵性的，还有花草树木、花神树神、山神土地，啊，我们破坏大自然的环境，跟这些都结了冤仇啊。所以灾难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清楚啊，这不是迷信的。你问问量子力学家，他就会给你把道理讲出来。啊，量子力学家的发现跟佛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的万物，通通都有灵性。啊，就是心跟物是一，它不是二。再小的物质，
他都有受想行识。啊，佛经上说，万事万物的基础都是五蕴，对，色受想行识。啊，五蕴里头的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意念，佛法里面肯定的，物质跟意念永远分不开，有意念就有物质现象，有物质现象里头就有意念的现象，它是一体，它分不开的。那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怎么可以任意杀害？啊，现在的人，特别是这一百年，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这六七十年，人呢，做得太过分了。啊，我们知道啊，在抗战之前，抗战时候，中国大陆还是吃肉食，哪有一个人天天有肉吃啊？这不可能的啊。啊，一般的小市民，肉食大概总是半个月才有一次啊。啊，住在农村里面，一两个月才有一次，啊，这农村里面杀一只猪，啊，告诉大家今天可以买到猪肉，啊，一个月两个月才一次，不是天天都有啊，啊，只有过年的时候，啊，大概过年那个六七天。桌面上都有肉食，啊，哪有像现在呀？现在这个饮食杀生太严重了，啊，吃出一身的毛病，啊，并没有吃出健康啊，啊，吃出一身病，啊，造这么重的杀业。这里头决定不能够避免冤冤相报啊！啊，所以这个是灾难真正的原因啊，杀业太重了啊！利欲生正念，净慧修梵心。啊，欲指贪欲。四十二章经里的说，利欲清净，是为最甚。这个肾是属肾的，欲望不是个好事情。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欲望，欲望是阿赖耶里才有，叫妄心里头有啊，真心里头没有。正念是八圣道之一，啊，也叫做八正道。啊，什么是正念？立邪分别，
而念法之实心，名为正念。啊，我们今天常说转恶为善，转邪为正，啊，愚就是邪念，就是恶念，啊，恶念邪念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害处，那害别人的成分少，害自己的成分严重，啊，应该要断掉啊！在中国正念，我们把古人教诲归纳成12个字，这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啊。这12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中国人，这叫中国人的标准啊，齐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这12个字。与这12个字相应的，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相违背的，念头都不能生。啊，当然没有这种言行。中国人的正念呢？啊，佛法里面的正念标准是十善业道。啊，这个是基础，根本的根本。啊，然后随着修行，不间不断的向上提升。啊，小乘持戒修修定，这是正念。啊，大乘六度六后是正念。啊，再提升普贤菩萨十愿是正念。啊，提到最高的给诸位说，念阿弥陀佛是正念。啊，阿弥陀佛全都包括了哇！啊，这个地方讲到八正道，立邪分别，而念法之实性。实心就是实相，诸法实相啊，这叫正念啊。诸法实相非空非有啊，一切法相有心无，像是幻象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我们看哪一法不是有为法？
今天科学讲现象，物质现象有生有灭，精神现象意念它也是有生有灭，包括自然现象都不例外，都有生命。啊，佛说了，只要是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这是假的。真的是真的，一定是不生不灭。啊，那么我们看所有的现象，现象是有生有灭，现象的本体不生不灭。本体是法性啊，啊，性没有生灭，相有生灭，事有生灭，理没有生灭，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明白有什么好处？很大的好处，你对这个相啊不再计较了。你不会执着它，不会分别它，你心就清净了。那个清净心就是真念了。啊，念佛的人，这是无比殊胜的妙法，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真念，这个真念是无上真念。这个正念是正念当中的正念，第一正念。要知道啊，你才会珍惜，你才会念念都不放过。我要打个妄想，你看正念丢掉了，啊，邪念起来了，念的一句佛号，正念提前了，啊，初学的人拉锯战，啊，正念拉回来，没有立刻又忘掉了。忘掉再拉回来，啊，初学肯定要经过这个阶段嘛，啊，拉锯战的时间多长，那就是个人习气厚薄不一样，习气重的人时间长一点，啊，习气薄的呢，他这个时间就缩短。啊，真正要念到什么呢？二六十种不生一个妄念，那这个人呢，立刻就能往生。啊，为什么呢？这种念头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心地清净平等，这个念头啊，跟阿弥陀佛立刻相应。啊，我也想去了，佛就来接你。啊，有杂念，有怀疑，就不相应。啊，佛知道，啊，他不来。为什么来了你不想走？啊，就是来了害怕，哎呦，这我要死了，这还得了啊？所以阿弥陀佛不来，不吓唬你。啊，阿弥陀佛很慈悲，真想去，他就真来接引你。啊，口里的说去，心里还有恐怖的，他不回来。观经疏远，实相入实，名为真念，跟前面意思差不多。啊，实相是放下一切幻想，啊，放下一切幻想。你就其如实相的，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啊，实相无相是从体上说的，实相无不相是从现象上说的。啊，这个叫事实真相啊！啊，我们要了解。啊，不能把它忘掉。了解了，就真能放得下了。啊，不了解放不下了。啊，
了解了就能放下。见念啊，净慧，慧疏云，净慧则是般若波罗蜜多。非人天小乘不净之慧，这给你讲清净。见思烦恼不清净，啊，这是人天。人天的智慧不清净，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量子力学家啊，他们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但是他心不清净。佛菩萨怎么知道的？从禅定当中知道的。所以他是净慧里头明了的啊。科学家呢，从数学里头推断呢，大概有这个道理，然后再用精密仪器去观察啊，去搜索发现的啊。所以他没有离开心意识啊，也就是他没有离开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所以他是凡夫。那么小乘人声闻缘觉见思烦恼断了，清净心他得到了啊，但是他还有尘沙无明烦恼，平等心没有得到啊，所以他还是有染污啊。那么这个净慧的标准是菩萨啊，必须是无明尘沙见思烦恼通通断掉了啊。这是什么人呢？法身菩萨啊，《华严经》所说的初住以上啊，一般别教里面所讲的是初地以上啊，他们才称之为净慧。梵心，梵是印度话，意思是清净啊，梵心呢是清净心，清净无欲之心，称之为梵心啊。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把七情五欲看破了。把我们现前的身心也看破了啊。大乘教里面常说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七情五欲，这叫梵心这也是菩萨才统统得到啊！啊，清净无欲之心呢，也是菩提五行之一，菩萨利他之心呢、啊。
能为一切不善之对治，立故清净，故名反省。涅槃经里的解释啊，菩萨利益一切众生，那注意底下这一句，能为一切不善的对治。如果利益一切众生，里面还有夹杂着不善，那就不是真的菩萨行了。这种情形常有啊。特别是初发心的小行菩萨，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里面带着什么？带着自己的名利在里头，对自己有好处的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决定不干。这个行就不清净了。清净行，把自己通通都忘掉了。所作所为全是利他，没有想到自利。只要想到自利的时候，这就有夹杂。就是不清净。也只有菩萨能做到啊！立过清净，过是过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过失，没有为自己这叫反省。又证涅槃之万恨，名反省。这也有一个意思，你证得涅槃，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叫反省。为什么呢？证涅槃是见性的，涅槃是自性的，当然，所有一切行呢，都是清净。会疏里面说，欲是诸苦之因，这句话说得好啊，有欲望就有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冤憎会苦，无因之生苦，都跟欲有关系。所以这个经文上教给我们了，利欲生真念。正念里头有落，极乐世界的落是正念的，极乐世界有净慧，有正念的，生到极乐世界，人人都得到。欲怎么离呢？你看，施度、戒度能离之，不施。前面说了，财法两种的不施，财法的范围非常之广啊。要晓得，不施，把我们自己的烦恼施掉。把我们自己的习气释掉，
啊，把我们自己的业障洗掉，啊，实际是放下了，舍掉啊。我们有什么毛病？先治最严重的。如果我们贪心很重，修财时嗔恚心很重，我们就修忍辱。啊，有对治的方法了。啊，愚痴心很重的，我们修智慧。啊，都有相对的办法。啊，六度啊，度六弊。啊，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恶业。啊，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懒散，啊，般若度愚痴，都有对象的。嗔恚的习气中，要用慈悲来对治。贤首过世，在《还愿观》上跟我们讲的四德，那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那是信德。啊，第一个教给我们随缘妙用，就是普贤十愿里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怎么能随顺恒顺？恒是永远顺着众生呐。啊，怎么能做到？你了解众生相是假的。别当真了，当真你就不能随喜了。哎，知道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到极乐世界是真的。啊，所以在这个世界样样都能顺着众生。啊，你们说好很好，你们说不好也很好，没有意见，心是平的。啊，那难道没有智慧呢？不是大事，不爱大事，随他去吧。啊，真正是大事情，那就得出手啊。大事少啊，小事多啊。你看你的清净心，真的得到清净。啊，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一点，要糊涂。啊，要学糊涂。啊，不管大事小事，待人接物一定是和睦，笑面迎人。啊，所以中国人，中国老祖宗有智慧啊。佛教的道场一进门看到谁啊？看到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教你什么？教你笑面迎人。啊，无论见什么人，先对他笑。啊，先对他问讯。啊，他就是有气，他也生不出来了。啊，弥勒佛是教我们入佛门就要生欢喜心。啊，用欢喜心入佛门。啊，用笑面入佛门。
这个好啊，所以中国弥勒菩萨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度大什么能表能包容，什么都能忍，不要去计较啊，没有一样值得计较的啊，只要把阿弥陀佛抓住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该计较的不计较，不计较的偏偏去计较，错了啊，只有对阿弥陀佛认真，其他的全都是假的啊，别当真。所以忍啊，这个施戒能离止，不施持戒能离欲啊，正念呢是善的互助，如助铠入尘，忍定能为之啊。这里就讲到六波罗蜜怎样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段我们下一堂接着说。